威哥，well, 我们一起看天气。大家好，我是郑传熙。今天呢，受到华南水汽东移的影响，在整个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啊，都有一些雨势的出现，几乎是中部以北的降雨状况都还蛮明显的。 那预期呢，到了这个星期一呀、啊，这个降雨状况会慢慢开始减少。不过呢，在这个北部以及东半部还是很容易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，所以提醒您在北部以及东半部活动的话，星期一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出现。那温度回升呢，目前看起来是比较缓慢的、哦。星期一呢，这个北部的温度大约回升个两到三度左右，那也要留意这个保暖的情形。那这个天气真的要有比较明显的好转，还是要来到礼拜二。礼拜二呢，这个水汽会更加的减少。 少在这个西半部啊，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，在大致上转为这种晴到多云的天气。下雨的情况从礼拜二开始才会逐渐减少，那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。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，云图上面可以看到，在今天星期天的时候，中国南方持续有水汽东移出来，也让整个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啊，在这个中部以北都有明显的下雨情形。那预期在未来几天呢，这个水汽是慢慢在减少，整个风向上面还是以北风到东北风为主，所以目前。 啊，这个温度要比较明显回升，还需要冷到礼拜二以及礼拜三呢？温度回升才会比较明显一些。那至于在这个未来几天温度趋势上面来看一下。 再就是北部的温度趋势哦，在星期日、星期一、星期二的时候，低温都还是比较凉一点，大约来到十三到十五度左右。那从星期二开始，这个白天高温回升比较明显一些，来到二十到二十三度了。所以呢，到了星期二感觉起来有一些温暖了。可是呢，到了星期四啊，一波封面从台湾的北方海面掠过。 温度有一个短暂的下滑，那再回升上去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二二八的连假的第一天，可能感觉起来会有一些这个云量比较多、有零星的短暂飘雨的情形。至于中南部呢，其实受到这个东北风影响都不明显哦。整天大致上这个温度还是这个在早晚的时候比较凉一点，在白天呢是属于比较温暖的这种温度状况。所以提醒您，在南部活动朋友们，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穿上比较保暖的衣服。至于在这个未来四天的降雨状况来看一下，刚提到在星期一的时候。 雨区缩小到这个北部以及东半部，在台湾西半部这个部区域的下雨状况呢，开始逐渐的减少。到了星期二啊，还是属于东北风哦，所以在迎风面云量还是比较多，主要下雨状况呢已经逐渐缓和了。大致上在北部的沿海可能零零星星还有一点点的下雨。那到了星期三，天气明显的回温，大致上可以看得到阳光了。可是呢，到了星期四，很快的一波封面通过，又有一些短暂阵雨状况，在这个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出现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温度的部分，明天白天的温度上面，这个北部啊，高温稍微也有一点点回升，来到十七度。在西半部呢，越往南走是越温暖的，在这个平东的高温可以来到二十九度左右，可是早晚低温还是比较凉哦，大约只有十九、十八度，所以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保暖。那在东半部呢，大上因为云量还是比较多，整天感觉起来还是属于比较湿冷的这种温度状况。好，以上件天气，感谢您的收看。